大家好，我是宝妹，欢迎咱所有乡亲的朋友继续捧场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赶快请阿宝老师甲宝妹伫遮为你服务主持。住宅方面的代志，这部方面无清楚，无了解。6338601，6338601。来，先来接一下哈，这个410的电话，一扣零讨多少天老师哈，你回答的这个问题吧。410你好。喂，思玲你好，老师宝妹你们好，你好，宝妹我赖传过去那个问题，你有看到吗？刚刚老师回答了，你可能没听到，我本来你有听要补充哎呦，真的哦，嗯，哦，没有，因为刚刚在外面啦，哦，啊，刚刚有回答，不然你明天早上可以听重播，那我听重播就好了，嗯，好，啊，我还有个问题呀，好，你讲，是说，老师。他奶奶去黑，我看一些那个，改良厂啊，或者是一些，一些农业单位在试那个农药那个喷嘴哈，一些喷雾哈，他都会在那个作物的背面有没有哈？作物的背面放一张，就是放一张，就是粘一张纸在作物的背面，他、啊、那个纸是什么纸哈？因为我们普通的纸的话，好像不能够显示说，不太能够显示说它喷下去，喷下去的时候，我们用肉眼可以看到说它那个附着的情形这样子。哎呦，小英，我先跟你讲，我来听无。我听有。老师一听有啦，你放心好了，思玲。因为哦，嘿。这款你爱用影片来讲，哈清楚了。哎，食到五十几岁啊吼，我感觉真正是，嘿文字的叙述能力吼，都没有进步，真的是很糟糕，真的是吼，这个跟这个有受训过跟没有受训过吼，真的差很多嘿。哎，阿老师，可以麻烦你解释一下，麻烦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假如说我们自己想要做这样子，有没有什么比较？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比较，随手可得的资材的东西可以用这样子？哎，好，谢谢你呢。嗯，今天还是南彰化地区今天还是没有下雨。哎，是啊。看明天，因为气象局报告说南彰化地区今天有50%下雨，可是还是没有下。嗯，啊，一言难尽。啊，这边的稻热病有些还是蛮吃力的，我觉得蛮奇怪的，哎呀，好，好，谢谢你，谢谢，谢谢，来，老师来。哎，这都有够专业啊啦吼，这种物件呢，这有诶叫做有一间吼，这个应该很容易买啦吼，这种叫做水分试纸吼，日本投药诶一个这个。这种一般这真少去用到吼，这水分试纸吼。它其实不便宜哈，这个东西挺贵的哈。那么有的人叫做这个淀粉试纸哦，这种以这个水分试纸在测试的时阵，就是说你那是有水哦，啊，它就会粘在上面哦。所以那么这种的较贵哈，因为这种较敏感，所以现在有一种这个氯化亚钴试纸哦。氯化亚钴试纸是什么物件？就是讲啊，伊原底哈，伊说是一个这个它原来哈，原来的是讲干燥的这个状态底下，伊是蓝色的不变色吧，吼，所以啊，这种呢，这通常就是讲伊若无水，伊就是蓝色，吼，这氯化亚钴，吼，伊这个水呢，这若是讲水甲喷落了，伊就变这个因为原底伊是这个氯化亚钴，吼，伊这是粉红色，伊就改伊。几个行我搭吼，就是得变这蓝色，所以没有水的时候，它是蓝色的氯化亚钴试纸啊。这种就是钴，就是一个金字旁，搁一个古代迄个钴哈，氯化亚钴。氯化亚钴试纸哦，这物件伊那是伊那是喷水落时阵，伊就会变这个变粉红啊，一点一点啊，但是它不会扩散哦，变讲你喷起哩哈，一点底下爱得一点呢。伊就变粉红，一点就变粉红的安尼吼。啊，但是这个会当伊即马若打起哦，这个变讲若个甲吹好打，伊会阁变得哩吼，还会再变回去吼、哦。会这个但是一般是无去甲吹好打啦吼、哦，所以这通常是利用这种的一个
有一个水分的一个这个试纸哈，水分试纸。那么这种哈，这个物件很神奇哈，这所以你有的手机啊内底都有这种物件，它就贴一块哈。比如说你手机啊，那拍开，伊那是走水入去，你讲无，我这无走水入，哎，迄种唔免好笑哈。哎，拍开内底，伊那是变色，啊，就是表示讲已经走水入去啊。哦，所以你讲我这手机还无浸过水，所以这歹去，你爱甲我赔。所以呢，因即嘛无法度，伊个讲这无法度，这已经走水入去啊。啊，伊就是利用这种氯化亚钴试纸，哦，这物件呢，啊，伊个即个遇水，伊个即个变色。啊，有人是改叫做水分试纸，哦，所以选。啊，就几啊种哦，反正呢，这都可以买得到哦。这那么原理呢，基本上都差不多哦。这种的这个啊，这款呢，这个原理呢，哈、哦，都差不多哈、哦。那么，还有一种叫做什么淀粉试纸哈，这种也是哈、哦，但是一般同学咱的用的哈、哦，大概就是这种哈、哦、啊，会比较多一点点啦哈、哦，所以基本上是。啊，多数会摕这种物件哈。那么甚至有一种的油内底要切工，油内底敢有水哈，伊、哦、用试纸来去啊，甲堵一下。啊，那是有水呢，伊就变色；啊，那是纯粹油，伊就袂变色。好、哦，那么这一种颜色哦，这通常咱咧做这个啊，这种就是讲要改喷哦，喷看讲有均匀无均匀哦，所以呢，通常伊就利用迄、那个。啊，一张纸啊，去甲夹伫迄个叶仔后壁面，啊，喷过了，啊，看是啥物款的这情形哈、哦。那么大概呢，就可以去知道哈、哦，这喷起来呢，是不是有嚼无嚼啦哈、哦？所以啊，基本上咱咧用呢，大概就是这种的这个叫做啊，有一个水分试纸哈，但是基本上应该是叫做氯化亚钴啊，氯化亚钴啊，通常是这个哈。哦那么这通常是咱多数咧测这个，等于讲啊，做试验的时阵会去用吼，比如讲啊，最近呢，这个葡萄哦，这不过还是又讲到葡萄啊，这个葡萄咱是咪种伫这温室内底啊，大瓶啊，迄、那个间距拢是同款哦，啊，然后横头咱种的时阵，中间留一条路会当吼，这个车会当伫内底等势。啊，予伊一个咧修正的时阵，吼，其中一站，吼，起我发过来，但是我头呢，正较内底，啊，我就甲车路留出來，啊，这留这车路要创啥？就是讲后摆呢，啊，会当这种无人车喷药，吼，所以呢，你第一遍，吼，你用这个，予伊行一盖，吼，予伊行一盖过，吼，就这样子教他走，我这样走，这个地形就是安尼，啊，这区是安尼，予行一盖。第二遍阁行一届，第三遍阁行一届，哦，即、这个一区一区安尼互行过，行过了，伊电脑会起来算出来一个啊，即、这个最好的这种行走的即个路线，伊家己会帮你规划，吼、哦，即、这个点在哪里，吼、哦。那么这有一套方法，我觉得那个很厉害，吼、哦。即、这个啊，你若唔知影讲数学家对即个世界有啥物贡献，哦，即伫农业来讲，数学家的对即个世界。这种就是数学家，因学数学的人，伊就法度把这种物件算出来。那么，伊一种模式，吼、哦，甲你讲伊安怎来行。第一，吼、哦，路径最省；第二个，啊，喷油啊，重复最低，吼、哦，啊，然后呢，啊，伊会当达到最好的这个效益，吼、哦，这东西安尼，啊，这个物件呢，这个直接会当给咱好朋友。哦，这就是安尼这情形啦，哈、哦，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呢，就这样的一个道理哈、哦，啊，所以呢，伊即马那是安尼甲喷吼，啊喷起来呢，啊效果就足好，啊要知影这效果好啊歹，我通常阮就夹这个氯化亚钴试纸，但是一般试纸拢较细条，也有一个，会当去钉，会当去蒙，也有一个有较大张吼、哦，就是你要啊，也有一个固定的迄个面积，啊你改粘咧。哦，双面胶啊，个粘嘞，啊粘嘞，伫个叶后边面，啊伊喷过，迄、那个单位面积啊，你甲看，即马喷过了吼，即、哦、种喷法啊，即、這个喷头甲即个喷头摕来看卖啊，即个喷点吼，啊，即、這个都无同款，啊，你就查讲伊即效果好啊歹吼，就查讲伊迄个雾化的程度啊，伊分布的一个即个情形是安尼，是安怎吼，即、哦這个。为什么啊？不话讲，伫即无人机领域内底吼，比如讲像。啊，这个大疆这间，吼、哦，大疆这间伊性价比足高嘞，吼、哦，伊个飞机呢，你感觉伊足俗个，但是你那是用伊个精确飞行 RTK， 啊，伊个一个成本就足高嘞，
哦，就较悬一丝啦，吼，啊，过来就是讲伊个喷头，喷头含即个脊髓比较起来，啊，脊髓喷头就较好，哦，即安怎较好？好歹唔是空，凊彩讲讲，伊就是用即种氯化亚钴试纸去杯过，啊，杯过了看伊个迄种分布的迄个情形是安怎？因为啊，即两种个喷头的原理哦是无同款，吼，比如讲。即、这个大疆的一个即个飞机，大多数的即个飞机吼，咱咧用的即无人机拢是即类的一个，所以你袂去，你敢会讲哦，即、这个飞机比较你无去注意到，咱农业的用其实喷头最重要。所以伊无人机咧飞的时阵，伊个一个加压，啊，即加压你敢想伊伫天顶，啊，迄粒即个加压的伊会当有啊雾化，伊拢是靠啥物物件，靠伊个风去甲扇。哦，啊，但是风你要改扇开的一个。啊，所以迄个喷头呐是无够细致的时阵吼，是啊，即、这个效果无够。有的人反过来讲，啊，你咧用你咧喷它油够好，你遐油伫空气当中会打去，但是咱咱会当卖用水去稀释啊，吼，所以即种你就怎样讲啊？未来这个还是一个吼，真侪年做阮做过足侪一种的一个即个试验，因为啊，我个人认为讲啊。后摆吼，比如讲伫温室内底，你种葡萄，你就袂，就唔通去用人入去转油啊，吼，一台车入去，家己咧入去，吼，啊，你就家己讲，这就是 A 号棚，个气落，爱只无人车就家己伫遐行，啊，超好势，伊就入去，吼，开始一直家己喷，啊，规个喷了佫射出来，吼，安尼你唔是足快活的嘛，人都唔免入去，对吧？咱种葡萄咧喷油啊时阵，迄是我硬到，吼，足侪人咧，有个人讲啊，你着种有机葡萄就好啊。好啦，伫台湾就卖个烧油枝葡萄啊，吼、哦、啊，即、这个糖未食春吼，烂料诶，拢比较较济安尼吼，所以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情况吼、哦，所以这啊，一旦我咱好朋友呢，小做姐姐了解吼、哦，基本上吼、哦，基本上呢是啊，未来吼，即种物件就讲咱诶，越来越啊讲究的越来越精细吼，越来越精细吼，越来越油。为虾米讲诶，即个越来越油？这个原因就是安尼吼，这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哦。所以，伊就是爱去有一个这讲究哈、哦。所以呢，照讲这种工课是虾米款哈？这种工课是这个应该是咱盖农场还是工业哈？这个啊，有的人讲我家己就爱去了解，这个也是对的哈、哦。这你也当小解了解一下吼，啊，这基本上吼，基本上就是安尼吼，所以你也当用这种氯化亚钴试纸啊来做吼，来做一个这款的一个，就是能够给它测一下，啊，你也当知影伊的伊、那个但是这种喷头吼，这种喷头咧用的时阵吼，有当时你有一个这个细节，你一定爱注意吼，比如讲伊。伊推荐的迄个压力，哦，伊个几公斤到几公斤，伊有一个推荐的一个压力，哦，比如讲，这个喷头伊就是几公斤，哦，啊，这几公斤的压力，哦，伊会当发挥着上好的效果。啊，你迄个压力若无够的时阵，伊无定着迄个喷出来，这效果就无好，哦。所以你用的一个引擎，哦，伊的迄个压力，哦，你用的这个电动喷雾器。还是讲你用的一个喷油啊机哦，伊的一个压力，你是不是有去控制哦，好势哦，去调整伫伊适合的一个所在，还是讲内就是改引擎吹一摆，这个安怎用哦？这种呢，这种含咱喷头的一个喷油啊，一个油啊量，甲着喷油啊，一个雾哦，有雾无雾呢？啊，这就差真济吼，所以对一个油啊要喷的好，就是讲这种机器加。甲喷头的一个搭配吼，这个物件呢，这个相当的一个重要吼。这一般来讲啦吼，就是讲好的喷头，伊可能会当容许的这个压力的范围就较大。但是，比如讲，伊家当两公斤，啊，你家斤甲四公斤的时阵，迄、那个喷头啊，就足紧派。啊，比如讲，伊两公斤，伊就当得是一个足理想的迄个作业压力。啊，你家斤甲四公斤，第一呢，灰最大，第二迄个。迄、那个喷头啊，就足紧磨损的吼，所以咱有当时爱注意吼，这那是一个。你若讲凊彩买，那较俗的迄种喷头啊，那也就算了啦吼。就讲、是，也是这个较俗的迄种喷头啊，伊家己都不清不楚，伊嘛唔知影讲是虾米款的一个这个虾米款的一个数字吼，所以这个也没有差哦，这种伊嘛唔知影。啊，但是那是较好的喷头呢，好的物件，通常伊的。
啊，伊会足清楚甲你讲，我这就是几公斤，会当发挥着上大这个功能。但是伊好就是好伫遮尔，材质就较好，好一撮啊尔。所以有个人甲这种足好的这个喷头啊，你摕来用，啊，但是呢，啊，你压力也无够，啊，无着伤大，也无去注意着伊压力，啊，结果你嘛感觉讲，我听报啊咧死转，这个喷头嘛无好用安尼。这种问题就会发生，吼、哦，就是头家凊彩甲我讲的，讲到这喷头偌好用，较贵，你会感觉讲没有那个价值。所以你若是讲啊、已经喷油啊，已经喷到讲有注意这个喷头要用什么物件，要用什么物件的时阵，啊，要用什么喷头的时阵，你一定爱回过头去知影讲吼，因为你既然会去要求要用较好的喷头，这较好的喷头，伊拢有伊的一个这个基本的这个参数，吼，基本参数，吼，基本的这个参数，啊，这基本的这个参数伫伊内底时阵，你就知影讲哦，这个啊，这数字伫这只，啊，有这基本的这个数字，啊，这基本的这个，啊，你的机械爱虾米小配合一下安尼。哦、一定要注意，唔通超过。比如讲，人这车就甲你讲啊，加98，啊，你就要省钱加92，啊，你就常常讲奇怪，这进口车拢会着加十，吼、哦，你感觉真歹使，吼、哦，这伊无啊多啊，伊种啊，伊个好车食好油啊，吼、哦，你别看的啊、哦。你若用较歹油食的时阵呢，感觉好像就没有那么的好。哦，这有可能诶，有这种情形，所以这一定爱注意，吼、哦，一定爱注意啊。相关就是讲，啊，你因为既然较注意讲要用啥物经、啥物较好的喷头，那么咱一定得爱去注意，就是讲啊，这物件啊要安怎用，哦，啊，这伊有一个参数，你一定爱啊注意哦，好势啊，这该偌济几公斤就几公斤，吼、哦，啊这啊爱甲调好，哦，啊这话讲我啦知影，啊这。啊，有诶，即就无多啦吼。即、哦、通常咱若是咧用诶时阵，一定爱啊，稍注意一下吼、哦，这个很要紧吼、哦，这个是很要紧的哈、哦。那么即通常啊，要发挥到一项即个驾驶吼上好诶即功能诶时阵呢，啊，一定即个该注意诶即数字一定爱稍加注意者，啊，靠我多发挥到上大诶即功能啊，即、哦、咱听众朋友稍做者了解。嗯，好，来63386013386001，马上要来看，这是黄辉雄，伊问老师诶问题是针对着盐水。那是要种，会当用什么款的住宅？盐水伫咱这方面来讲，有三项物件哦，这大很真，大家你来用吼、哦、啊，应该讲有四项啦吼，但是基本的是三项吼、哦。那么第一就是讲，你会当伫要点子迄个时阵吼、哦，要压呢，因为你挂水花哦，你挂水咧压淡淡。那么伫这方面，你咧压的时阵，你会当先用这个玉米素，吼、哦，这先用100杯。啊、其实咱真侪好朋友拢是用20杯啦，吼、哦，就讲20杯、50杯，薄薄啊安尼吼。啊，因为水一碗尔吼、哦，你予伊先输这个玉米素入去，啊，甲做伙来压。那么盐水因为伊的这个算。跟就是讲，伊的一个这种发芽吼，啊，没有那么的容易啦吼，所以通常啊，这含青菜同款吼，啊，伊的这个通常咱拢会一个小瓜解吹一下吼，这样呢起来会较嚼哦。这青菜嘛是，因为伊的幼苗期的了较长小瓜，所以啊，多数吼伊的这个种子的这个关系吼，所以咱啊用这个物件呢啊，用这个吼小瓜。就是讲用玉米素吼，啊，小花来给再处理者吼，这一般是较好吼。那么你若无去给处理哦，这通常因为盐水的经济吼是相生啊吼，所以通常咱上好是会当给伊这个脱开啦吼，比如讲先去给落过吼，过落过啊，给脱开了，浸一点啊这烧水，啊你浸烧水的时阵呢，啊你给伊淋一点点啊这个玉米素，啊伊这就真容易来给这脱开啊、哦。那么这样呢起来呢，你的压就继续好压的吼、哦，所以。啊，这个得手吼，会当安尼来用吼、哦，这伊个催芽吼，这第一提玉米素吼、哦，你会当来用。哎、啊，即马出芽起来了的时阵呢，啊，已经有枝叶展平吼、哦，咱咧招头片水的时阵呢，啊，一般来讲，你会当用一点啊，这个溶磷菌啊，这溶磷菌吼、哦，一水盐水加两遍啦吼、哦，这同头两遍你都要采收啊。啊，一般来讲，差不多这个。你起来，因为时间太长，你盐水是怎啊见，但是时间真长吼。你早下出起来呢，啊，咱通常是差不多伫12公分左右吼、哦，这一个镜头啊长呢，迄阵会小可去甲伊
想过头捌的知啊，会过界即个洗过安尼啦吼，所以即、这个时阵你会当来用一点，就讲、是、用伫洗了，你阁用第二遍的即、这个，就讲知啊先过吼，比如讲你拄只是毋是即个出了吼，职业展平，咱咧走一遍水，迄阵你会当走一点啊农林，压一点啊即个农林菌，那么到即个知啊先刷了，你阁压第二遍。哦，即安尼农林菌哦，那么细长迄阵吼，你会当改用一边的一个即、这个啊，即种蕈状芽孢杆菌哦，蕈状芽孢杆菌哦，即通常你会当含即个啊一挂药啊做伙来用哦，即最主要的即个盐水吼，伊、最容易有一个即、这个啊，即种叫做 damming off 吼、哦，触导病吼，即、利枯病、触导病即种的直接发生，那么甚至有一挂即种啊，咱咧讲的讲叫做炭疽病吼，啊，即咱啊，即拢爱事先先用即个蕈状芽孢杆菌吼，蕈状芽孢杆菌啊来用，哦，啊，即个效果呢就比较好一点点哦。即大概是啊，即个玉米树啊，伊若发出来了，你转药啊，你拢会当甲淋一点啊玉米树吼，因为你即马来热吼，啊，盐水是较冷凉的一个，即个比较凉一点的这种作物嘛吼，所以呢啊，伤过头热的时阵呢。那么一般来讲一般来讲呢，温度高，它就比较就长得没那么好了哈。跟咱来讲是安尼，所以咱通常就是讲，给伊一点点啊，这个能够给它一点点哈，这种玉米素啊，帮助伊这个热障碍解决缓解哈。因为盐水哈，虽然有泰国盐水哈比较耐热，但是多数咱咧种的这种盐水拢是较冷凉的这种。一个这个作物啦吼，所以你要较凉小块。那么即马渐渐有一挂是泰国啊吼，这种品种迄较大丛吼，无啥共款吼，含咱传统咧食迄种盐水无啥共。那么即个各有各的即个吼，但是传统的迄个较油啊，味道确实是比较好吼。啊，即马你就是即、这个用啊，若是拄着乌阴天的时阵哦，点变讲得要采当采收，但是。迄阵呢，迄、那个色水无讲介青吼，无讲介水吼，你会当用即个 N 九吼 ，N 九伫即个盐水足侪人用诶吼，即种盐水诶，种盐水一般拢真专业啦吼，因拢即种基本上即项菜吼无真侪，但是真侪拢是职业啊咧种吼，即拢真侪拢职业啊咧种，咱讲诶职业啊，就是讲伊就是。头壳拢定伫即种物件吼，就专业的吼，专业吼，真专业咧种吼。我感觉讲你那是有即款的一个即、這个并讲有这样的基础吼，你存你了即种基础伫咧啦吼，这种盐水呢是一个好生意吼。因为一般的人无啥敢乌白种，因为你种你无法无在条白。哦，所以你那是有一个基础伫伊在遐盐水好啊，种啊好势吼。这是一个很有，这也是一个事业哈，所以你也当用的这几种。那么在行动方面，落雨拄着落雨了，你也当用这个这些物件拢也当用。比如讲伤热哦，伤热的时阵呢，你用这个玉米素哦，那拄着乌阴哦，你用这个 N 九哈。那么这个拄着落雨落雨盐水这个头遐会就容易倒长的吼，迄阵也是讲落雨，伊迄个根吼，伊个根足弱的哈，所以你用一点啊，这个。海草精吼，这种这种有这个效果了。吼，了那是甘水甘较济，去甲灌一撮海草精，好天起来伊较袂晒脏吼，这有这个好处的。那么伫真冷的时阵，一般盐水较唔惊寒吼，所以伫真冷的时阵，伊色水较袂遐水吼，爱伤过头较寒的迄种感觉吼，这叶叶啊揪揪啦吼，这边较袂开，爱准利用 N 九吼，所以真侪 N 九就是咱咧讲讲吊青吊青这原因就是安尼吼，就是讲摕这种物件，但是这个 N 九咧吊青通常是乌阴天啦吼，乌阴天你来用。那么伫真冷的时阵，咱有另外一个，就是讲伊真正吊青吼，这个物件伊最主要就是这个。紫花木树这种吼，即抵抗恶劣环境咧用吼，当然有真侪个其他氨基酸之类一个即辅助吼，即可以当真好个即成长吼，所以即个主宰你拢会当考虑吼，但是基本上用到上基本的吼，就是即、这个玉米树的禁忌吼，即物件即你若用，你会很满意吼，而且你会一直很感谢我们电台。哦，即，你咱伫盐水芹菜，啊，即做巴呗，吼，尤其洗芹吼，即种呢，即嘛是吼，但是搁一下啦吼，再一个就是即种
这个龙鳞菌啊，加菌状芽孢杆菌哈、哦，大概是安尼使用，而且提供给咱就有朋友好小做些参考。嗯，好，来63386016338601，这是咱现场的电话，欢迎咱乡亲哦多加利用。伫个拜一到拜五暗头的时间，好朋友你拢会当敲电话来。隔天讲呢，头在4点至6点，上午呢8点至10点，这是咱网络上传播时间。那是讲伫个收听的部分有疑问，朋友你赶快呢，会当敲公司服务电话6326370633469。好，再来看一下吼、哦，淑华，淑华呢？要问老师的问题是有关哦，相片当中的幼苗啊，去学糖加了，幼苗啊是不是需要适度来做修剪？针对着巴拉树面顶的这黄叶，伫个整理的时阵，是不是会当改吼？算讲改去掉，改慢掉，安尼敢有适合？黄叶位置呢？嘛有生一个幼苗啊出来。这个一般吼、哦，那是，比如讲你要改加条，除非足白的吼，比如讲伊个叶啊呢，啊，这个枝条啊，你感觉拢糖加已经无啥物作用，你改剪掉，佮会定发叶哦，这个呢是有必要哈、哦。啊，迄阵就会当适度的做这个修剪，这无问题，因为到时阵你嘛是爱当心嘛吼、哦，因为。叶啊，伤济啊，嘛是无效吼，所以这适当的一个修剪呢，就讲啊，若看到糖加的吼，这已经有啊、有的人是先处理过吼，还是讲处理拢前后拢会使，有时间啊，咱就当啊，真济是拢先去甲伊啊处理哩的，啊，然后叶啊对后边随甲洗一遍过吼，就讲迄糖若有加，咱个先去甲伊啊做做修剪吼啊。啊，佮转一遍药啊，吼，啊，即起来呢，当然是绝对是有较好，吼、哦。啊，是不是有即个需要，吼、哦，就看讲你有迄个工无，吼、哦，即毋是绝对的，吼、哦，毋是讲绝对爱，但是芭拉就是愈正愈啊愈好生嘛，吼、哦，即当然是安尼，吼、哦，所以啊，基本上呢，就是咱伫即个管理内底，那么你可能会当适当的做即修正，但是即毋是绝对的，吼、哦，那是。无啥物叶啊，吼，你嘛免去，因为你这拄种落吼，我看起来好像是刚种没多久，这种的就较细长小块。那么小修正，佮会定发叶，啊，这是啊，也是一个好办法，吼、哦。这但是啊，但是伊是唔是绝对，吼、哦，唔是绝对爱，但是呢是有较好无较歹，吼、哦。这简单来讲下呢。另外就是讲，这个黄叶吼，是唔是爱适当去改伊去拔掉，啊，这嘛是同款，有工你就去甲。因为迄个佮掉咧掉咧，就容易落起来。伊个其他伊个所在，迄叶若落掉，伊个所在反正伊会佮布溢出来吼、哦。啊，所以呢，会当去处理啦吼。但是这种拢唔是绝对，唔是讲绝对有这个需要吼。那、哦、也就是讲啊，有这个必要。但是我是感觉讲，一个芭拉吼，一个芭拉咧种的时阵呢，啊，这丛芭拉要互伊变啥物款吼？这个形基本的塑形，你一定爱想我好势吼、哦，先去看人的芭拉园。啊，看卖啊，即你后盖呢？你感觉讲，哎、欸，对一个这种形是你喜欢的吼、哦，啊，然后你后盖你就照这种方式来处理吼、哦，啊，就是啊，一定爱适当的一个，比如讲，留这个主干吼、哦，这留起来三尺吼、哦，啊，然后该幼吼，小幼一个幼，你要较平小块吼，稍微给它小雕一下吼，卖好安尼。啊，弄沙沙，因为安尼后盖足歹做工课吼、哦，这可能呢啊，这个相当的这重要吼、哦，所以啊，这个念叶啊，这部分呢有时间去做不要紧，但是这不是绝对讲爱去做的这工课吼、哦。那么，只有咱就好朋友呢，小做这了解着吼、哦，所以那有闲啊，就去甲整理理的吼、哦，看起来嘛感觉较轻松啊、哦。啊，你暗沙沙，你就甲念念的吼，这当小塔啊，就目睭睭啊，咱甲念乖叶啊掉，哎呀呢。啊，留啊，较打伤打伤吼，安尼感觉很清爽吼，啊，这啊看起来呢长嘛，感觉家庭健康啊，所以这啊可以去做，但是呢这不是必要哦，但是有做绝对有较好不较歹哦，但是有时啊咱人就是安尼，想要做的这代志遐尼济吼，这有时啊唔是讲啦。会打啊，尽量啊，工那无够，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咯，哈、哦，嗯。好，来6338601633860一，现场的客人专线，好朋友多加利用。再来看一下哈、哦，这个齐哥的问题，齐哥呢要问老师哈、哦，这是伊问讲，
有关农药的这个问题，作物是香瓜跟甜瓜。第一个是有关的农药吼，免赖德，伊查一个资料，讲伫咱台湾应用真大，这算讲是较大众的这农药，甚至讲采收了，甲伊摕来做吼除蕴保护。但是伫个保护手册当中，安全采收的日数是无资料的，所以这个药啊，会当亲像一般的免登之材采收进行直接喷吗？除了讲这个药啊以外，应该吼，算讲除了这个以外，这个药啊应该安怎来使用？再来就是有关这个黑点根腐病，有登记的住宅，只有呢托克松。登记用来呢，嘛是有抗药性，所以是不是有其他物件会当防治掉根腐病？啊，要安怎来哦？使用防治较理想。这个免奈德哈，免奈德，咱真济滴这种免奈德啦、腐蕨啦哈。那么这类的这个这个药啊吼，简单来讲吼，就是讲。伊一般就是讲，尤其像这拢是伫像真侪即个作物吼，采收后处理，伊会去泡一个即个药啊，吼、哦，伊会去泡这种药啊。那么去泡这种药啊时阵呢，啊，伊会当就是咱咧讲的讲是采收的这种用药嘛，吼、哦，所以呢，啊，伊当然是相当的一个，但是你若是。啊，遵照着伊的这个使用上的这种啊，这个推荐的倍数咧用的时阵吼，啊，迄足安全的，因为你就是采收刷了呢，那么伊会当去泡这种油啊，哦，这个基本上这是伫采收的时阵会当去用。那么这种的在这个情形之下，就是讲伫咱的这个柑橘类吼，柑橘类呢。啊，是有这样的一个用法啦，吼，但是呢，比如讲你香瓜、甜瓜内底西瓜，刚好这个免奈德的这个推荐用药啊，有没有？我记得它好像是没有的啦，哦，就是讲这个药吼，算以一般来讲，吼，一般来讲呢。啊，伊有可能吼、哦，可能咧，伫你咧考虑诶，你应该是去啊，比如讲你用诶时阵吼、哦，你是用即、這个啊免得克敏嘛吼、哦，就是讲你是不是用这支啊这支药啊吼、哦，所以呢啊是伊是两种药啊呢去控制嘛，啊两种药啊去控制呢，其中有一支啊，你着甲伊啊算讲是一个咱讲诶讲拆来用嘛吼、哦，就是讲。啊，这个解贴来用，啊，贴来用的时阵呢，是不是就表示讲伊有这个推荐用药哈、哦？理论上来讲，是不是安尼？这支药啊，比如讲啊，百克明嘛，吼、哦，百克明佮加这个免奈德，吼、哦，所以呢，啊，伊去解恐吓做伙，吼、哦，啊，这种这通常伊就叫做免得克明，吼、哦。我如果没记错是这样啦，吼、哦。那么这物件就是讲，你佮贴来用，贴来用的时阵。即咱捌有人发生过即个代志吼，即拄到一个啊，即种很厉害的一个药吼，就是讲伊验出来的时阵呢，啊，有验到即个药吼，伊无验到百克敏吼，他没有百克敏，所以伊认为讲你即个物件呢，啊，你就是去用到非推荐用药啊，是安怎吼？啊，所以呢，这个大体上哈、哦，大体上呢，啊，这个是爱稍注意一下哈、哦，这哎不对哈、哦，听众朋友跟咱讲，啊，不，你记唔到去啊，哈、哦，这个免得克敏是免得烂，唔是免奈德哈、哦，你可能记唔到去，反应好快哦，拢跟咱监听哈、哦这个再感谢哈、哦，咱这位的。啊，台中的一个好朋友哈、哦，那么所以呢，你甲看，所以伫这个药啊内底吼，大概要不很快给他浏览一遍哈、哦。那么他没有免奈德哈，虽然啊，伫柑橘啊之后呢，它是一条线吼、哦，就是讲也当做采收后处理的这个用药，爱当做采收后处理的这个用药，唔是所有的一个这个物件拢有推荐伊的。
啊，伊提当用这个物件来做采收后处理的一个这个用药。简单来讲，就是讲这个啊，伫洋香瓜内底，吼、哦，扁奈德好像是没有哈、哦，我记得是没有哈、哦，所以刚刚很快给他瞄一遍，吼、哦，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用药哈、哦，所以。我本来是以为免得客人吼，这也不要紧掉去哈。那么所以呢，这个是理论上来讲，就是你那有用啊，并讲你家当作这个，既然是无这个许个没有这个啊、建议的一个这采收时间吼，这一般来讲，伊是做储运内用的哈。那么伫植物保护手册内底哈。那么天数吼，通常伊是当然伊是采收后处理的用药吼，所以这都无啥物。伊采起来较慢，所以无可能讲啊，放几工以后才用，较慢嘛吼。所以这个呢是没有去管制吼。那么所以呢，这部分来讲，你讲这药啊是毋是当像免灯啊这种的这制裁，伫要采收进前更加喷袂使。除了柑橘类以外，柑橘类你去喷会使，伊无推荐，你就袂使。因为你甲喷了，有可能去查出来，一点点啊时阵，啊，你得个两去拍卡层哦，所以这是咱台湾啊，目前的这种啊，这个药哈，在咱啊目前这种药物管制的时阵呢哈，那么会去发现到的一个情形哦，啊，这原因是伫遮啦吼，就基本上就是讲。啊，咱伫咧应用诶这当中，因为啊，确实呢，那么伫咱真侪即个吼，当然可以，有挺多伫即种采收后处理吼，比如讲像伫啊，伫即、這个瓜果类，好像又伫白粉病内底好像有推荐免奈德瓜果类，但是这个要查清楚吼，那是有的会使吼，因为啊，确实伫柑橘类，咱一般真侪咧用啦吼。那么啊，葫芦科瓜果类一个白粉病吼，所以啊，但是伫台南厂的这资料内底没看到哈，所以那么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啊，正常来讲那是有啦吼，如果它是有，那你就可以去。啊，去使用吼，然后是最主要是看是不是有推荐吼、哦，这啊，等你看完一点啊，不爱确认一下吼、哦，这基本上呢啊，这种呢，这通常是爱稍注意一下吼、哦，这基本都有这款的一个啊，这个道理啦吼、哦。那么伫这下家里就是讲像啊，这免奈德这个药啊吼，这曾经吼，咱伫台湾用真济啦吼。哦那么这通常其实它还是有一点点这种啊这个疑虑啦吼，比如讲啊，伊伫这个它毒性其实非常低吼、哦，非常的低。那么伫国外因为因病害很少，所以它有些会去甲徛讲伊这个造成这个胚胎神经系统的这个畸形发展吼、哦。那么这个药啊呢，这蛤蟆包啊差不多变一回吼、哦，这系统性的一个保护性兼治疗性效果的这个。啊，这个杀菌剂，这当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吼、哦，这个啊，你也知影吼、哦，这种伊的这个毒性相当的低。那么大概吼、哦，大概哺乳动物来讲吼、哦，这个免奈德的这个毒性呢，啊，就是每公斤带一万毫克，啥意思？一公斤的体重会当食十克吼、哦，比盐佫较安全吼。哦伊个一个半致死量吼 ，LD50 在一万左右，这个毒性非常的这个低。那么因为伊这种真广泛性的这个抑制的效果啦吼，比如讲像啊菌核病啦、利库斯核病、白粉病、黑心病吼等等呢，啊这拢是一个真，就是讲伊有预防佮有治疗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些当来吼。啊，蛤蟆不要变这回，你就怎讲归档吼？虽然它可能有一些啊抗药性的结产生吼，但是你若卖一直用的时阵，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啊，这个效果吼，这始终还是啊50年来呢，药膏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这种药哈、啊。那么非常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啊，因为伫美国吼、啊，美国因足够小个的吼、啊，所以啊，它其实也曾经为了这个东西吼、哦，这啊引起甲伊，最后呢啊，比如讲伊怀孕的妈妈去接触到这免奈德，啊伊这自畸胎吼，啊伊生成这个囡啊无眼的小孩，但是这内底其实是很难去
去证明的是讲伊绝对吼，但是因为伫这气焰内底本来就这种，所以因小个尾也过硬，所以这尾啊这杜邦吼啊，这间公司就甲这个啊这个油啊吼，这个好像就给他好像是撤掉，他们就不再去生产这个东西吼，就给别人去做了吼，所以伊一年赚那侪钱的油啊，伊不爱折，你就知影吼，所以这个有一点点小小诶，这但是。说真的啦，它的安全性真的很高啦，所以在国外这很多都拿来洗，洗这个银椒啦，洗这种这个樱桃啦，美奈德啦，还是腐蕨这两种油啦，尤其这种很多在这种采收后处理的应用，所以呢，这个若是有推荐，啊，你就当去用；啊，若无推荐，你袂当安尼来用。虽然它很安全吼，但是啊，伫国内就是这种的这情形伫咧吼，所以啊，这几家的当了解者吼，所以这个药啊吼，大概就是提前预防吼。第二讲到它治疗的效果，其实很以目前来讲吼，治疗的效果其实很有限吼，就是讲因为伊有这個抗药性的这产生。那么目前这个第二个问题是这个黑点根腐病，黑点根腐病到目前为止，大家啊，这个推荐大概就只有托克松啊，无其他啊，无其他较好的一个这个啊，无其他较好的一个这个用药啦吼，就是讲啊，目前推荐的是这样的一个啊，就是讲伊有去登记的这个。啊，这个所在哈，但事实上真的就只有那个药嘛哈，因为这个黑点根腐病哈是一种啊，这个脂囊真菌哈，所以呢啊，你只要是治疗这种啊，这个用药的，讲伊有，但是伊这个移行性爱戈卡许哈，这个有一个效果，所以最近有一支药啊，其实啊，大家一直很看重它啦哈，并讲像。啊，这个上新的哦，上新的黑点根腐病内底吼，上新的哦，一支药啊哈。那么上新的是一支药啊，佛派瑞哈、哦。那么这支药啊呢，会当胎酸糖，各有人就是讲灌酸糖药啊，哎，感觉这个物件呢效果袂歹哦。黑点根腐病哦，这种呢，这通常推荐用药是这托克松，但是有人摕这个物件来用啊，感觉袂歹。搁一个就是老药新用哦，老药新用呢啊，这个腐蕨甲灌了当哦，腐蕨啊，腐蕨因为伊。啊，到因为咱黑点根腐病专经期，那是过好些后边就不算要紧嘛，所以也改一啊，有些人会把它灌得比较重一点点哈、哦，所以啊，改灌它当血化，灌它当血化哦，这些物件呢啊，它确实也有一定的这个好个，但是啊，伊含这种有较无同款哈，这個、所以有些人觉得有效，有些人觉得没有效果，这有人去试，因为这。啊，在所有的这正规啊，这区域内底，这拢造成咱足大一节，都造成我们很大的困扰啦吼、哦。所以，那么这通常你讲要管有效无效吼、哦，这个就会，有当时啊是你较早管啊是安怎，哎，伊就有这个效果吼、哦。那么你若上班吼，上班去管呢，啊，伊通常伊的这效果呢，就无通讲啊，无通讲遐尼好啦吼、哦。所以这基本上呢。啊，是有这款的这个情形的。那么这种啊，这个黑点根腐病呢，这是在目前正规啊内底吼，大概我们很容易去看到哈、哦。那么伊嘛会造成这种啊，咱鸡啊类的这个萎凋哈。进前咱真侪拢是这种啊，连孢菌所引起的这萎凋病，但是这黑点根腐病呢啊，这种也是哈、哦。所以啊，透过嫁接哦，透过这个哦这。啊，目前来讲还是认为是最稳妥的这方法哈、哦。但是这个嫁接哈、哦，虽然啊，伫内底拢会去发生哈、哦，但是这个物件来讲呢，嫁接哈、哦，有当时啊，网纹瓜也是讲像这个金面的一种哈、哦，一种甜瓜嘿，那个品质都会受影响，所以伫这内底嫁接又不是太好的这个方法哈。哦那么较早这个啊黑点根腐病有真侪这药啊，但是伊咧东西这种熏蒸哈、哦，溴化甲烷土壤熏蒸，但是这个目前来讲呢，其实比较被禁止的，就是讲较无人啊，比较不建议哈、哦，不建议呢去使用这种的这个药了哈、哦。那么所以这个当我一些。
啊，有了解解哈、哦，这个大体上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哦。那么有的讲，这个刚好够较好的药啊，哦，目前呢其实啊、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哈、哦。那么这个当我们听众朋友哈，就做解解了解点哈、哦，这基本上呢不太容易哈、哦。那么确实哈、哦，确实的是讲。啊，咱伫即个黑点根乳病咧防治的时阵吼，在目前来讲没有什么太有效的一个即个用药吼，即用药的这部分，包括啊，有去甲刺激这种刺激种吼，但是事实上啊，这个基本上呢也没有什么太好吼，所以啊，不知道伫遮是袂甲你讲的，就是讲啊不太容易吼，这真正是伊的一个即个有呢没有很容易去处理吼。那么，但是就是讲，未来我相信可能啊，也有较好的这个方法啦，吼，是不是有较好的方法呢？啊，可以来使用吼、哦。那么，伫这个目前来讲吼、哦，就是较好的做法吼、哦，黑点根乳病菌根菌吼、哦，菌根菌的时阵呢，是一个非常啊抵抗黑点根乳病的危害吼、哦，较袂遐严重吼、哦，这个大概呢是有一定的一个啊，这个效果啦吼、哦，这是咱伫遮呢要甲咱好朋友呢小讲一个重点吼、哦。那么所以呢，这基本上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吼、哦。那么另外一个啦吼、哦，就是讲伫目前吼、哦，这种你讲有啥物药啊较好用吼、哦？倒是真的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这个用药哈，除了大家都在找，但是呢，这个效果呢，包括这种的这筛算哈，这个目前呢，田间效果拢无讲无讲介稳定啦哈，所以即马目前大概咧笑诶，大概就是这个类似情形哈。比如讲像这个佛派瑞这类的哈，这佛派瑞呢，有人去用哈，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哈，比较特殊的这个用药哈，那么有一支药啊哈，这在实验室内底哈，感觉上哈，因实验室在筛选的时阵，有出现一个用药叫福吉安哈，福吉安，啊福吉安咧转什么？福吉安不是杀菌剂的哈，但是。它其实在这个黑点根乳病的这个部分哈，尤其苗起这个有效预防哈，这在实验室内底引起折轨哈，这福吉安呢还蛮特别的哈，这抑菌效果这个很深，但是在横林哈在用的时阵呢就没有很稳定哈，所以这目前来讲哈，甲看起来啦哈。那么这类效果呢，其实都没有很好哈，都没有很好哈。那么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让你托克松也不是很好用哈。那咱讲坦白哈，这是大概呢，但是你就是讲在这个较细长的时阵，你得爱有效的一个比较较有效的一个这预防哈，算提早哈，这物件尽量的当较早来防治的。那么灌一挂这个这种较广效性的一个杀菌剂哦，比如讲福爵啦，吼，有人咧用美奈德，包括杜家波讲的这福吉安种类这个产地时阵，福吉安就效果就很有限哦，都有人咧用这佛派瑞哈、哦、但是这种各有各的说法哦，到目前为止哦，这些都不是很稳定哦，除了托克松，大家好像觉得。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一定效果我们是讲防治效果上好啦吼，所以这大概是安尼一个情形吼，只有你小做一下参考哈。那么基本上呢，我也没有办法哈因为伫横林湾的观察是安尼吼，所以西瓜吼这种问题较少吼，因为西瓜问题较少的原因是因为嫁接吼，嫁接通常对于这个黑点根腐病呢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比较。直接的这个效果哈，所以这底下我男和朋友哈，就做这参考。好，来63386016338601，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好朋友会当哈多加利用。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老师看一下哈，这个邱家贤的问题，一共也朝天椒呢是丢什么款的病？这个目前看起来哈，这围攻这可能是清枯病哈，但是这我
也不否认哈、哦，是不是有这个青枯病的这个可能性？但是你的樟头的这个所在呢，有一点啊，这个破皮的哦，然后一种溜溜翘翘哦，一种呢，这通常咱的比较呢，较跟你判断真有可能就含疫病有足大的关系哈、哦，比如讲你的可能是水下较无力啊，是安怎哦，去憋掉嘞哈。所以呢，这种的这个疫病、哦、所以目前你会当其他这个那是要出问题啊，当然就无法度吼、哦。但是其他的这所在你该小管一下吼、哦，这个还是有一定的一个这效果。那是讲以咱金波这边，你主要看迄金头的这所在呢尤其是中胚组这只只，这里细长的掉掉啦吼，这细长的时阵呢。伊的即个安尼凹吼，所以伊咧有诶所在破皮吼，即伫相片内底呢，真明显去看到。但是伊有诶真无简单哦，伊你甲伊过加伊个放，搁有一寡有没有发神经，但是还是受不了，所以有诶筋的怎那种去互伊烂去，即种安尼水吼，安尼落擦即种诶即感觉。那么这种呢，这大概咱拢会当去判断吼、哦，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吼、哦，这应该是这个疫病吼、哦。这第一呢，你咧吐出来的吼、哦，我刚才当安尼甲你讲吼、哦，这你咧吐呢应该是有问题吼、哦，就是讲伊咧足甘水的吼、哦，这个非常是这个水的部分你甘了伤过头济吼，所以整体上甲看起来吼、哦，这种较无足明显的这个微管束恶化，你若讲。这个青菇呢，还有当时还臭大臭大吼，还看起来出来，你这无吼，你甲下开的时阵无这种情形，所以，是不是这个青菇病吼、哦？不排除，但是呢，目前甲看起来，我个人是认为讲，这个疫病的这个机会较大吼、哦，所以，那么一般就是讲注意吼、哦，这个袂使伤过头黏吼、哦，因为那是较黏土吼，伤过头黏土，伊迄滴。第一只遐水就袂打伤，有当时啊，这疫病吼、哦、就较严重，所以这疫病的药啊吼，那么爱加减少。伊讲啊，无落雨啊，疫病会啊，咱若水吸掉咧嘛是拢会这个疫病吼、哦，迄土若较黏，你无予伊这个顶开吼，这拢有可能吼，拢、哦、有可能会去产生着这种的这个疫病吼、哦。那么疫病吼、哦，咱常常讲的这个药啊吼、哦，这达美芬、雅托敏、伊得利吼、普巴克。这个麦达乐吼，这大概这类的这用药吼，你也当考虑吼，看这个伊存在是虾米款的这个哦，这里说推荐用药来对吼，大概这疫病的药啊都差不多是这些吼、哦，那么你提来给伊长导小灌灌的吼、哦，这个呢会有一定的这个。一定的这效果啦吼，所以较看起来，你有的就是讲，那是冷气吼，特别冷，小花冷，你家试看卖者，因为我较惊就是讲，惊这青枯病，变讲，即马看到迄是疫病无问题吼，但是有的也有疫病，也有青枯病，青枯病吼，你变做伊的迄、那个许个安尼冷吼，伊涂骹面，你在遐你若甲切过，伊有一种这个微管束的这吼、個，小花恶化，但是你这看。老实讲吼，即你讲安尼就是微管束恶化吼，倒是腰部遐尼啊一个这个遐毛啊无遐尼啊明显吼，因为呢那是青菇吼，伊个就是即微管束的你啊在你啊臭大，伊就我感觉起来你这还是比较正常的吼。你讲外靠一点，你种遐毋是臭大去吼，所以一般人啊是有臭大吼，比如讲最左边吼，橡皮上关顶迄个都有可能筋较侪一张。其他这些筋较少的这些，这纯粹拢是这个疫病来解这个引起吼，因为咧看未出来伊有超大的这个所在吼，所以呢，这里要小注意者吼，就提供给你做参考啊。